卧室这样装，30年不过时。以前卧室都把床放中间，两边放床头柜，再靠墙做衣柜，千篇一律太单调，不如这样做。一，靠窗定制地台床，嵌入实木排骨架，舒适透气又环保。二，床头满座木饰面，搭配挂画颜值高。三，床尾做半弧造型，再做3层置物架，收纳书籍和文具。四，中间铺上大地毯，休闲阅读更放松。五，墙角做钻石型衣柜，衣物被褥好收纳，装上柜门不落灰。两边再做大衣柜，衣物再多都能装，收纳多又好拿。六，左边预留开放格，收纳瓶罐化妆品，再用假墙隔出衣帽间，定制悬空梳妆台，每天化个美美的妆。侧边放个成品衣帽架。七，床边做半弧造型，再做一个小台阶，上下更轻松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